Hello， 大家好，我是耀峰。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非常好玩的独立游戏，它的名字叫做 Monster Train 怪物火车。欢迎收看小峰的视频，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这款游戏呢，有点类似于之前玩过的杀戮尖塔，应该很多很多同学都清楚它游戏的玩法，就是一种卡牌外加一 roguelike 外加一闯关的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最近出之后加了很多很多新的元素，算是一款非常好玩的独立游戏吧。好的，那游戏正式开启，我们就从单人模式直接开启。这个游戏是有联机，但是联机系统并不是很完善，我们这里就从开始新游戏直接开启。首先是一个人物的选择画面，初始来说有两个角色可以选择，御魔就是一个火焰主输出，然后绝者是一个辅助类型的职业，我们就选择御魔吧，主职业输出，辅助职业加血。好，点击出发，直接开启。总共有十关，最终首领真结者炽天使，最终之战即将到来，这名地狱头号劲敌化身拥有净化所有单位的力量。哇，好的，这是我们的火车地狱边缘。首先来到第一步是可以升级勇者或者获得一件神器，这是第一关。初始左上角我们现在有80滴血，然后50块钱以及15张卡牌，神器等等暂时没有。那这里现在有初始有个选择，就是升级勇者或者获得神器。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步还行，升级勇者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之前的英雄嘛，英雄也是一张输出的人物卡牌。比如说有两种，一种是获得杀戮复仇，就是血量会上升，然后这个是杀戮加10，打出致命一击是出发，就每杀一个人的话攻击的加10。这个是每杀一个人获得护甲10，同时获得狂怒，就是每层加2，每回合加，就是每层可以不断增加攻击力。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增加属性吧，因为这个人的话感觉职业方面血量太少，我们选择一个中庸的玩法。好，下个位置获得一件神器，初始会给我们送一件神器，心火石外壳，单位获得一个额外升级的蓝位。荆棘果实，回合开始时将一张折刺法术手牌加入手方，这个就是说对敌方前排造成5点伤害，下回合抽一张卡牌。我觉得这个初始来说多一张卡牌，而且是个零费的卡牌比较合适，就先来一个吧。当然那个升级卡牌应该后期比较强，我们现在前期先用这样的神器，后期神器比较多。好的，第一回合是牧师集群，愤怒敌人冲上你的火车，赶在他们接触心火之前把他们消灭。这个心火呢，就是我们的血量，就是我们要传火，我们要保证一个这个火焰的血量，火焰不被对方摧毁。那这里会有很多很多人来到我们火车上，翻越3层火车去摧毁我们的心火，我们要保住心火。当然这边也是有一些额外的试炼，比如说战斗开始时都会出现对方都会有一层狂怒，但是这边战斗胜利会获得额外的金币，我们这边就先不加了吧。前期来说这些属性一般。来，战斗开始，我去，初始就来了这么多人，全是5攻1血，然后每回合就是有狂怒，每回合增加2点攻击力，所以需要一个 AOE 把他们全部打掉。看一下初始职业，我们断脚王子就是我们的英雄，一下放上去，他绝对很强，看到没有？每回合有黄怒，同时卡牌方面有折刺，对前排造成5点伤害。那先秒一个再说，好，先干掉一个再说，然后火把秒掉一个再说。左边是肺，还有2费，这个是再生是恢复呢？怎么3张加血牌？初始也太菜了吧！好，那就给他给2个回血吧，然后结束。敌人打的话肯定是打不过我的，通过复仇可以不断增加我方的攻击力，但是我的血量也少了很多，而且每回合结束之后呢，对方会直接上升到上一层，这点就比较尴尬。来，上一层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这里是个收藏家，打死之后会获得很多金钱。我们来一个乘务员，这是人物卡牌，分为人物卡牌、法术卡牌和职业卡牌等等。然后看一下这个应该就打掉了，然后乘务员前期初始来说，来乘务员他每一层都需要有战斗，那这边也加一个，给我们给队友这边起码把血量加满，然后还有一费折刺可以对前排造成伤害，依旧是给他造成一伤害，把他秒掉再说。火种后恢复，给我们的英雄挥下血，加下血。好，火车结束。好，乘务员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攻击型卡牌。这个人逃脱就比较尴尬。哇，对方好强啊，直接把我的职业就打掉了。这一个，好，通过不断的杀戮，我放那个属性，英雄属性也在增加，折刺又有一个。来，不急，这边就给下方加一个乘务员，算是抵挡伤害了。然后上方这里的话，把这几个就干掉吧。这个使用折刺，这每回合都会有这个神器之后，每回合会有一点5点伤害的一个卡牌比较强。然后火把把这个秒掉再说。然后下方依旧是给我方英雄采用这个恢复生命或者加乘用加乘务员吧。
每一层就是每过一回合呢，敌方的英雄单位就会往上走，然后直到最顶层，顶层是我方的心火，就是我方的这个能量水晶，要保证它不被敌方打。行，结束。好，我方狂怒之带不断增加，血量也不断增加。对方来了个新的，哇 ，BOSS 出现了，复仇者加练强斯，他会不断战斗。这里出现英雄之后呢，英雄就直至这英雄打完这一回合就结束了。然后，但是英雄呢会不断进攻，就是不给，除非把这一层全部灭掉，否则这个战斗是不会结束的，比较尴尬。他有50滴血，4点攻击力，还是很强的。来，那就先哲嗣先秒掉再说，然后同时抽牌。同时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哲嗣啊，那先把这敌人先干掉，只剩英雄还有一张秒掉，他都是零费的，这个神器很强这个。然后这边依旧是恢复我方英雄生命值，同时加一个有加7点的再生，每回合加一点血，同时给一个火把给他给点伤害，然后再给火把给个伤害。好，对方现在是41血结束。这样这是英雄，英雄会在两边无限战斗，直到一方死亡为止，或者这一层没有为止，但是他打不过我，直接秒杀，毕竟是第一关。好，战斗胜利，我3回合，所以有30%的额外的点数，同时获得50块钱，两张卡牌。隐秘通道使一个单位上升，就是去到第二层，获得狂怒六日需要3费，有点贵。获得5硬化是0费，获得5，这个肯定是需要的。然后还有一张卡牌是藤蔓，造成3点伤害，并将目标移到前排0牌0万，然后这个是蓝牌。恢复一点生命值，并且获取一点能量点数，下回合抽一张牌。强化是可以使一个单位获得+3+3，我觉得这个吧，有免费拿一张牌，而且还能多一点点数，这个更强一些。好，第一场战斗完成之后呢，看一下第一层，有左右两边选择。这边是钢铁上人，可以强化卡牌和获得御魔氏族单位。右边是魔法上人，强化法术获得一个觉醒氏族单位。御魔是属于就是我这个红色战斗氏族，这个是辅助氏族。我觉得战斗吧，来，要强化新的单位对吗？把我单位也强化一下。我看一下，升级单位获得+10攻击力，获得+25血。升级单位使其获得复生，就是死亡之后呢会返回卡牌，那就+10加血吧，给加一个乘务员，升级一个乘务员，这样这个乘务员就很强。好。就是现在变成15攻33血，就算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职业单位了。然后我还有50块钱，我移出一张卡牌吧，移出一张。我觉得这个恢复技能有点弱，而且法这个火牌也有点弱，移出一张那个恢复吧。这样我可以拿一些其他卡牌。好，离开。之后这边还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御魔氏族单位，地狱恶魔，它是4费，我的天哪，50攻50血，然后烙印武士狂怒4。开场就会加2点攻击力，然后是，但是他的血量好低啊！我拿一个4费的单位吧，这个单位一旦放出来之后绝对无敌，他后期很强，但是前期初始只有3费，可能前期不好用，但是后期一定很强。来来来，下一波看一下啊，尖刺使徒，下一波是新的敌人，这些敌人身上带着尖刺，就是说近战攻击会有伤害反弹的效果。然后这里也是敌方非首领单位进入时获得剑成三，就是反弹这个很恶心，但是打完如果把这个试炼开之后呢，打完可以额外获得75块钱。来吧，就这个战斗开启，钱更重要一些，特别是为了我们的后期，这个钱很重要。战斗惩罚，他们进来就有一个剑刺三的效果，很恶心，就伤害反弹。哎呦，我先来一个断脚王子先放上来，然后这个折刺是5点伤害，先把后方这个，这是个法师，会给前方不断的加尖刺，所以先把他秒掉。他只能打前排，我去，地狱恶魔是4费就很尴尬，我现在打不出来，所以只能加个乘务员，加一个刚刚升级过的乘务员嘛，放在这里，他的血量很高，攻击也很高，同时还有个乘务员放在上方，先把人物卡牌排起来，之后这个就对他前排先造成一点伤害再说，之后。恢复卡牌先用了吧，先给乘务员用一下，给他给一个再生的效果，然后结束。好，第一回先打他这个无反弹就很恶心。好，他干掉 ，nice， 还行。乘务员有再生血量恢复，他一滴血不用管，上方乘务员就干掉了。对方又是几层尖刺，哇，又来了一个收藏家。我看一下啊，现在不急，这边又有乘务员了。再加一个，把乘务员先加满。然后保证我方每一层都有人，他每回合就会上升一层，保证每回合有一个人顶着。然后这个折刺是伤害火把，藤蔓是恢复一点生命值，同时获得一点点数。那肯定是来给那谁给加一下。好，点数多了一点，
之后的话是伤害类型，来给他先把血打一下再说。然后他有五点尖的伤害反弹，五点伤害反弹这个太恶心了。火把把后面打掉，就打后面加 buff 的人打掉。好，结束。哇，这个乘务员好打掉 ，nice， 王宇50块钱，这个钱很重要，砍他。前排这个乘务员因为刚刚加过 buff， 他很强，他很肉。哇，这么多卡牌你敢信？硬化获得护甲五，来给队友英雄给个硬化。这一波是休息环节，就是对方没有人上，然后我方在这里呢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哎，我卡牌很多，来恢复加一个 buff 加一下，再恢复再加一下，把血量加一加。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啊，没有敌人啊！这一波你在逗我啊？那就结束。好，下回合对方英雄出现，我去，附魔。首先要把对方这个附魔人员打掉，这个人的话会不断给前方单位获得加成就，不断给他加尖刺。然后这个 boss 呢，血量有120滴血，他主要是个他攻击力很低，他血量很多，主要靠的是反弹，所以一定要注意。来，先把这个人秒掉，所以先用火把后方这个加 buff 的秒掉，然后。这里就两边输出了，这一波可能会比较伤，所以来给他给个折刺，先消耗他的血量，然后不断折刺，然后给我方这个队友乘务员不断的回血，因为现在他的血量很多，我们现在是一波消耗战，而且这一波是 boss 战，直至一方，直至这一层所有人死光为止，否则他会一直存在。好，结束，看他，乘务员挡住，然后后排英雄，哇，这伤害反弹主要是太恶心了，再看他，他50滴血可以打，这一波可以打，毕竟前几关再秒他，这个升级乘务员很强。再来，死！哇，我方这个，毕竟我选的是狂怒级别的英雄，攻击力很高，输出类型，试炼奖励和回合竞速奖励有更多的点数以及额外的金币点数可以拿。好，现在钱数更多一些，又有新的卡牌，懵懂小鬼使友方单位获得狂怒是个一攻一废的，狂怒是不断增加那个攻击力，然后战斗仪式3废，还有个断脚穿刺造成5点伤害。这个比火焰会厉害一些，无视护甲，有护盾，就这种穿刺卡牌，它无视护甲的秒人比较强，要一个这个。然后之后是治疗爆破，为友方单位恢复10点生命值，同时会造成等同于治疗值5倍的伤害，这个好强，微光。恢复友方所有单位恢复2点生命值，对敌方所有，这是个 AOE， 然后3点伤害，这样吧，这个治疗爆破很强。就是给我方加血，同时对对方造成一个特别高的伤害。来看一下这边选择方面有两种，一种是复制卡牌或者觉醒氏族单位，这边是御魔氏族单位。这样吧，强化法术，复制非勇者卡牌，我们依旧使用御魔氏族吧，我觉得御魔氏族更厉害一些。走右边，好看一下，右边这里再看一张，余烬时升级一个法术，使其费用减少。我压缩时获得双层法术，来减费用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藤蔓这个加一下。好，这样的话它零费获得一点费用值，这样的话我就有4费可以出那个非常强烈的火魔了。然后这个是获得法术强度，可以给那个谁5点法术强度，然后可以给治疗爆破升级一下，这样它就30可以回30滴血，这是个非常强的一个奶妈技能。这是升级法术，可以让法术叠加，随之持续时间也长。这个我现在没有，我升一下看一下，可以有什么可以升的？护甲可以升，护甲叠加的话，它就护甲乘以10倍，双层的护甲。算了，这个不升了，暂时没有什么其他好用的法术，就这样吧。然后之后是这个获得御魔氏族单位，看一下这边是。断铁工人，他是个 T， 获得结算是获得5点护甲，这个很强，他是个 T， 然后拿上，然后隐藏洞窟，这个洞窟里面有可能会有神器，也需要看一下。冰面上出现裂隙，老爷车不得不停下来，然后看起来并不稳定，这可以复制一张卡牌，把什么东西是复制一张卡牌5次，我去，复制一张吧，复制5次有点过分。复制一张，有哪些卡牌比较强呢？我复制一张零费的吧。对，这个藤蔓嫁接，恢复生命值，同时获得一点点数，这个很强。好，拿上，这样以后我的点数会非常多。复制5张有点过分，除非是特别强力的卡牌。好，下一个单位，
现在前两层已经打过，现在我们前往第三层。戴达罗斯这位不知天使的教授以天堂的使徒制造为各种器械，如今他来到地狱，爆炸符文敌方单位死亡是对前排造成一点伤害。哇，这个这么强，他八攻250滴血，这是个大英雄。好好好好，我们就是保护我们的心火，我们的心火现在就是80滴血。哇，就敌方死之后敌方会自爆，哇，全是这种小兵，这干啥？他会飞，250滴血，死亡时触发，哇，这太恶心了。先来，先断脚王子先出了，就是我方英雄先出了，然后断铁工人结算是获得5点护甲值，这个很强，但是他的血量好像不多。地狱恶魔，我的不够啊，我去。这样吧，给他先放上去，钢铁工人、断铁工人放上去，然后哲瑟把他先秒一个再说。等等，这个球是啥？这个球是他会自爆并对前排造成10点伤害，这个先把这个秒了。只能秒前排，我这个太恶心了吧。然后硬化加给我方这个加一下护甲，同时火把把这个自爆球先秒掉。这个英雄会不断召唤这个自爆球，很恶心，因为我们招不了。哎呦，结束。好好，我的断铁恶魔这边，哎呦我天，好，秒掉。王宇会造成伤害反弹就恶心。好，这个断铁恶魔会不断的叠加护甲就很强，他又放了个这个结构炸弹，太恶心了吧。我看我现在卡牌数量很多，恢复生命值，然后获得点数，哎，可以，来给他恢复生命值，然后对敌，好，同时四点点数，然后我现在有折刺、乘务员，来先往乘务员先往上放，因为现在这边第一层放不了了，乘务员放一个，然后都把乘务员先摆起来，好，两层就够了。之后折刺是，这个是死亡是会对前排造成伤害，这个太恶心了，先把它秒一下再说，然后火把可以秒后排，用火把把后排的。用火把把后排这种就是攻击力高但是血量低的人先秒掉，还有这种自爆的秒掉。好，结束，这样我现在两排都有。第二排是直接可以对攻击对方英雄的，对方英雄在第二排。好，秒掉，弹掉 ，nice， 可以。好，这个人直接去了第二层，不管他。然后我方这个英雄，他来到第三层了，我去，自爆卡牌。我现在卡牌好多，先看一下啊，先把零费的看打一下。藤蔓恢复生命值，获得点数，这个肯定加，给他先给个治疗爆破。对，治疗爆破可以恢复30点生命值，同时对对方造成5倍的伤害。这个治疗爆破直接把他秒了，我去，太强了。然后藤蔓可以造成伤害，来，把这一层的这个秒掉。好，都是零费的，同时这个藤蔓来再给他秒一个。好，哎，打错了，我去。没事，断脚也是可以直接秒杀的，来断脚把他秒掉。好的，然后再往上的话再放一个乘务员，第三层放一个让他进攻，然后我还有一张恢复牌可以再挥下血给这个给我方这个断铁工人呢，先给一个回血的 buff。 好，第三层这个英雄他没有攻击力，他会召唤，但是我这边可以在上方对他无限的造成伤害。又是四个这玩意儿，好恶心啊。对方又在这一层招了一个这个，来看一下我的折刺好多啊，我去，来，折刺全是零费的，打掉。然后这个卡牌确实很强，而下回合可以多抽一张卡牌，所有的卡牌越来越多。先打到零费，这边全是这种回复卡牌，那就火把，火把小火把先把他们全部打掉。然后我给我的断铁工人呢，给再套一个恢复 buff， 让他无限回血啊，结束。这两个就可以无限的攻击这个英雄，就是说在这个英雄回合结束之前，把这个英雄先给他消耗一点血量再说。Nice， 又来。这他又召唤了一个，这层是祭司，他会恢复，会王宇。哇，我现在卡牌好，地狱恶魔有了，等等我看一下，有这个藤蔓恢复生命值，来藤蔓先加一个，然后地狱恶魔可以上了，我第四层直接上一个地狱恶魔，50攻50防上来 nice。 然后这个玩意儿折刺的话反正就无限进攻，无限切对方前排，然后同时护甲方面给个硬化，给我方前排给个硬化，然后其他的没有伤害，没事，不用担心，这个护甲是很高。来，挡，他自爆10点伤害，不用担心，砍他。我方英雄的叠甲已经叠到30点护甲，英雄很强。最后一波，对方英雄直接进入火车来打。我去，你看我现在手头的卡牌，折刺，然后前排造成伤害，来折刺直接给他给伤害，直接给他强给伤害，然后这边就是恢复生命值，然后获得点数，4点卡牌，断脚伤害。然后折刺全是折刺，哇，这个零费卡牌好强啊，我去，这个神器太强了，荆棘果实，每回合给这个他
他这回合就他一回合就能掉150滴血，来，然后这边火把，回复卡牌套上回血，一回合打他150，这个不管他，把他干掉。第二层、第三层，第三层还有个大英雄守着呢，直接砍掉，砍掉，再来砍掉，看这边，因为他是英雄，所以是无限战斗，直到一方全灭为止。看起来这一波我方英雄能顶住，能顶他多少滴血？他八点攻击力，200多滴血，我方英雄还能砍，继续砍，两方互相互砍。好，我方英雄死了，他把我第一层已经打下来了，第一层战斗，然后他会前往第二层，现在他只有30滴血，但是我方来硬化加一个。然后，我去，横弯夹击加血，我这么多卡牌折刺，依旧给他输出，成为员没有火把，然后纯火把来，这个火把卡牌攻击力太低，我后期应该会把这个卡牌全部废掉，然后再加恢复卡牌，然后结束，这回我把他秒掉，直接砍他，就是第一层没有了，但是第二层依旧战斗成功，两回合手生竞速，获得新的战利品以及稀有卡包，15块钱。鬼头鬼脑对敌方前排造成伤害，伤害值为你卡组内小鬼单位。我现在没有小鬼单位，抽取一张单位并强化，使其获得+20/+20零费。我去，这么牛逼！这是恢复，所以这个厉害。+20/+20可以把我方一个战斗卡牌很强。哇，长焦武士他是恶魔，但是他只有4滴血，他的血量也太低了吧。空灵觉醒他是3费，获得60点最大生命值，然后复原是。被治疗时生命值，被治疗时会加一攻加一血，这个是获得尖刺复原，他治疗时获得尖刺，这样吧，这个觉醒空灵者吧，然后还有一个神器强化，每回合会加一点点数，就是心火点数，同时我的心火攻击力会增强，这每回合抽每回合获得容量，我觉得容量比较好。点数吧，因为我恶魔加点数，这样我每回合就有4费的点数，就可以出那个大恶魔50攻50血的大恶魔。好，第四层，现在看一下，这边是强化商人以及金币，然后这一侧更以及这个升级勇者，这一侧是移除卡牌、神器、心火点数、恢复心火。我心火满着呢，就很烦。觉醒氏族，移除、强化、金币，走左右侧吧。我们去右侧三个更好一些，这首先是个商店，升级单位使其获得狂怒一，使得攻击加10。哇，升级单位获得一点容量，但是它会15攻40血，这个15攻40血，我看看啊，加这个断铁工人吧，它很强。好，这样就是25攻55血，然后升级单位使其获得10点攻击力，可以再继续升级这个断铁工人，来继续升级，把它无限升级起来。来，哇，太强了！这个断铁工人狂怒时使其获得狂怒。好，我的断铁工人和乘务员已经满了，已经没法升级了。那就升这个狂怒是狂怒7，狂怒时是每回合加2点攻击力，这样吧，给这个谁吧，给这个就是我的卡牌单位最多只能升级2次，给他再升级一下。好，现在我手头人很强，离开之后这边可以拿到75块钱。这个可以获得一个觉醒氏族单位横扫，它是攻击所有敌人，召唤60点生命值，但是横扫吧 AOE 更强一些。然后这里现在还可以再看一个升级我的勇者，就是我的英雄可以升级，现在英雄的血量攻击也在增加，这个是加攻加血，这个是纯加攻。杀戮获得10点护甲，就是每杀一个人可以获得10点护甲。狂怒复仇，受到伤害时获得狂怒，拿这个吧，因为我觉得英雄其实有时候血量也很关键。来，这个断脚王子吧。好，下回合战斗开启，我们继续开火车继续前进。哇，下一波是思维束缚者。哇，这个好强啊！杀戮、天灾、自残，它会让我手头有一张特别恶心的卡牌。这个是敌方非首领单位时获得尖刺4，但是我会获得随机神器，所以开一下。有可能这个神器很强啊，这个神器太强了。来战斗，前期一定要有大量的神器，神器有时候比钱还重要，比英雄还要重要。哇，对方这边加出来，对方全是尖刺，就太恶心了。这啥？附魔，获得加成效果，加速，直接从第一层进入第三层。我去，这么强吗？来，断脚王子先出一下。
这是横扫，他攻击能打三个，我需要刚开始加一个横扫单位，来加进来，然后我还有三点点数，先前排造成五点伤害再说折刺，然后治疗爆破，回血外加于，哎呦，我现在没有，哎，这个用不了，恢复，哎呀，我手头啥牌啊，这么恶心，我把先把后排这个秒掉，就是这个加速技能，对，它是一个加速的 buff， 它秒掉。然后其他的不要，这两伤用不了。好，这样他就来不了第三层。我有横扫之后是攻击 AOE 伤害的，可以。哇，这个人进入第二层了。第二层我看一下有没有恶魔，有没有大恶魔。哇，第三层怎么有一个这玩意儿？断铁工人在这儿，大恶魔没在。那，这样吧，我先用折刺把他秒掉。好，获得75块钱。然后断铁工人放到这一层。35、55也很强，它是强化过，看它很大，硬化还可以获得护甲值，硬化给它吧。好，然后藤蔓是获得生命值，同时获得点数，星火点数，来加星火点数，都加起来，星火点数很多。然后这个是断甲，是破护甲的，把它后排刺掉，不要让它有加速效果。然后这边就是回血，好，结束。这个我这个很强啊，我这个大恶魔太强了，然后第二回合可以无限叠甲。哇，队友，第二回应该一巴掌就可以把他呼死。对方75滴血，看着随着时间推移，对方也是越来越强啊！我的天，看一下折刺，先造成5点伤害，这一波他秒不了，所以先把他秒，先给他造成一点伤害再说，否则我这个断铁工人还真秒不了他。哇，获得60点复原，大恶魔第三层，来把大恶魔直接放到第三层，他是占三点的，这边呢，这也是三点。这边四点，这样吧，我们大恶魔放到第三层，让你直接放，好，这样基本上我方就稳了，剩下的好像卡牌数量不够了，我的点数不够了，结束。有大恶魔守着第三层就不用担心，他们基本上是对我方的心火造成不了任何伤害。好，第三层，好，现在每层都守好。对方又来了，这是啥？加速技能，又是这个，需要 AOE， 还好还行，我现在需要对我方这个。造成那个恢复生命值，获得点数，来给大家回个血。乘务员，来灵魂嫁接，先回个血再说。然后折刺是直接秒，直接把他给秒了。来这边，等他前排吧，这前排好肉啊。然后火把需要把后排人就点掉，这几个人血量好多。然后恢复，对我的藤蔓造成一点恢复再说。然后火把还有三点火把。这火把怎么这么菜啊，我去，2点伤害2点伤害，乘务员来这边再加个乘务员顶一下，好，然后火把现在就只能打一个后排吧，来把它打掉，这个火把排后屁，我要把它去掉啊，乘务员怎么没了，被砍死了，你看，好，有大恶魔和这个钢铁工人在这里，前排应该问题不大，哎呦，我这个 AOE 也被砍死了，难受，英雄没血了，英雄折刺又有，我先看一下啊，治疗恢复30点生命值，哎呦我去，治疗爆破，先给队友治疗爆破一下，然后乘务员前排给加，这个是大乘务员加上，好，通灵之歌，抽取一张并强化使他获得加20加20，来抽一张，乘务员加20加20，25、28可以 ，nice， 然后把它放在这一层。这样第二层很强，之后全是折刺，看到没有？空灵觉者，空灵觉者三费的，现在每一层点数都已经满了。来，把它秒，空灵觉者没地方放，那就结束。这回合是轮空级回合，就让我方休息的回合。好，这两个，我觉得第二层、第三层越往上，我方层数越强。好，第三层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好，对方英雄出了，这对方的英雄。依旧有加速，依旧需要把后排打掉。来，硬化。先给英雄给个硬化再说，然后恢复生命值，然后抽卡牌有更多的星火点数。来，这个恢复生命值给他吧。对，这就回血。然后现在手头卡牌很多，折刺，先给对方给个折刺再说。致命一击自藏卡牌将加入手牌，就不能让他杀我方人，否则太难了。然后剩下都是火把牌。
先把对方的加速先干掉，对方没有加速，然后断脚穿刺，就是破他的防，给个穿刺，之后还有三点火把加上去，之后还有两点的话，乘务员他是两费加不了，这一层加不了，这一层这一层可以加，这一层再加乘务员，好顶上去，然后这边恢复卡牌全加给我方的英雄，让他有不断回血技能。好，第三层把他干掉，可以。然后现在英雄之间就是完全各种互殴了已经，但是我感觉我英雄打不过他，他这个英雄200多力血你敢信？好，我这个乘务员是强化过的乘务员，还是很强的啊，有个巨残的牌在我手中，砍他，依旧砍依旧砍，我放英雄，英雄血量不够，我去，他把英雄干掉了，这层又没了，但对方只有46力血了，自残，我去，必须要用掉，否则我方星火会受到伤害，那就用掉吧，否则我方的星火直接掉血来，折刺。这张卡牌，这张神奇卡牌太强了，无限伤害，而且无限抽牌。来这边回血的，来给我方这个再给个两成再生，同时给点恢复生命值的效果。好，24、28，这波应该可以把他们直接秒了。他只有三十一滴血了，秒他。撒！锤哥一巴掌！我的第二层、第三层才是真正强力存在。哎，果然有神器，领取一下。当敌方单位移动到其他层时，对其造成两点伤害啊，这个太强了。来来来来，就直接 AOE 伤害嘛。盾墙冲锋，一个单位移动至前排，使得10点护甲，获得狂怒三，每层加地狱火穿刺，对敌方所有单位有。哇去，这是 AOE 啊！这既打敌人又打我，这太坑了，全部100点伤太坑了。那就狂怒精华吧，它也不消耗费用。每回下回合抽三张卡牌，振奋药剂获得尖刺四，星火碎片，贮藏荆棘。将三张折刺卡牌，我这个太强了，哇！我现在是荆棘流吗？我现在是反弹荆棘流，感觉。